大家好，我是小姜。早晨，今天我要教大家化这个三晚仔万圣节妆。首先我们要夹起啲头发，要用两个夹嘅。喂，做乜单眼啊？妆前的保湿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都会习惯喷这个保湿喷雾，大幅度咁喷啊喷啊喷啊，啪啪啪啪，拍到佢吸收为止。喂，我未讲完，点解转咗画面嘅？跟住就上我哋嘅底妆啦，油啊油，油到变青头。就咁油绿色系唔够青嘅，所以要油多少少黄色上我哋块面度。跟住我哋要上呢个爽身矿物粉。记得用呢个矿物粉专用水，个效果系会好啲噶。如果觉得唔够，可以成扎粉倒落块面度，正宗粉人。由于小姜我最近工作都比较繁忙啦，所以比较夜瞓啦，额头生咗大大粒暗疮，所以今次我就用咗靓琴嘅呢一支遮丑膏，轻轻点几点落粒暗疮度，然后推开佢。记得要用中指。由于三眼仔系有三只眼嘅，所以今次我就用 Shiseido 嘅涂果液喺两只眼中间画多只眼 ，A 眼、B 眼同 C 眼。再用 Apolline 的黑色 marker 画翻粒眼珠，黑色眼睛沿途与你有个一静风景。画完隻眼，我觉得个效果唔够出啊，所以我就落文具铺买咗隻眼，摇下佢，仲是喐嘅添。最后用 Benefit 嘅唇彩去油翻个嘴。哇，似小丑多啲。跟住整三眼仔个头上面嗰只，其实系咩嚟噶？我都唔知道，唔理啦，照整啦。搭埋上个头度，咁就完成噶啦。因为我觉得黐一只眼都系唔够逼真，所以我三只眼都黐晒。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今次呢个三眼仔万圣节妆容教学呢？我就觉得似三晚佬多啲啦。好啦，拜拜。明唔明啫 ？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